玉，您是？在下是新上任的华县县城城址，请问程老县令可在府内？县城大人，老县令他怎么了？他协同子孙殉城了。 得忍着点疼啊，下官得先驱除清淤，除去腐肉才行。将军勿惊，来吧。陛下，臣的伤口有碍观瞻，您。 不若先行回避吧。回避个屁！这什么没见过？哎，你现在知道自己伤重了，早晚个半日，别说你胳膊了，就连你的小命都不保。朕早就告诉你，早一些娶妻生子，整日打打杀杀的，到头来呀，死了都没人给你送葬。 坟前连个打铃幡的人都没有。陛下若再想像四年前那般，强压着臣娶玉昌郡主，那臣就再出征。即便是去胡人地界上找账来的，也要将这条性命葬送在那里。如此，陛下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烦恼了。你呀，庶子啊，还说这些蠢话。还有你们俩。 废物，将军这么重的伤，你们俩是下了还是残了？为什么不早些回来，早一些医治？陛下要怪罪还是怪罪臣吧。战场上军令如山，他们二人也不好违抗。你不要仗着朕舍不得怪罪你，你就肆意妄为。朕把你当亲生子一般的抚养长大，你如此不爱惜自身，你到底要做甚呢？你能不能轻点儿？是，无妨。 继续。朕和你舅父情同亲兄弟，自幼一起吃，一起住，一起长大。你舅父为了国家牺牲了全家人的性命，朕心痛，自责无法救他一命，这才把国家全族荣耀都赏赐给你呀。就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。可是你呢？ 一不娶妻而不生子，整天打打杀杀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你母族祸事的血脉，难道真的要断送在你的手里吗？臣只想像舅父那样，娶一个知心相爱之人，与其像程阳侯那般朝秦暮楚的弃我阿母，使得两人相恨半生，臣宁可孑然一身。陛下不必再劝了。 现在樊昌长功夫了，居然能够把你们少主公伤得这么重。陛下未免太抬举樊昌了，少主公不是被他伤的，是他自个儿拖的。干什么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俩倒是濮水煮样啊。子申平日说十句话，你们俩呢，只说九句半，对吧？ 还笑？你说，你要不说，我连你家少主公一并责罚。
少主公本是领命攻打在华县的樊昌叛军，叛军府定又听闻新上任的县城未曾前来接任，恐其途中遇险，因此又折返相救，才耽误了箭伤。新上任的县城，哎，不是听说新上任的县城去了青县吗？哎，既然你们家少主公要去救青县城，那顺便在青县就可以疗伤啊。 少主公压根就没去救青县的县城，他是去救县城家的女眷。啊，女眷？对，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给少主公拔的剑。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，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，这才耽误了丧事。拔剑疗伤，小女娘？那小女娘是谁呀？不许干的，就你说。 三叔父好些了吗？他还是自责，说若非自己一路上耽搁，也不会让老县令一人面对强敌。老县令与你三叔父当年一见如故，情同父子，你三叔父还一路念叨着要带都城的吃食给老县令尝尝鲜，谁知竟是从此天人永隔。 陈老县令也是花甲之年，为何还要自己出山翻险，让守城门的将士去步行吗？再说，他年岁已大，身体也不好。就算如此，想来圣上也不会怪罪他。圣上不会责怪，可华县的百姓就在城中，他们可都看着呢。若没这份全家就已迎敌的志气，又有何面目做一城父母官？ 娘娘，生逢乱世，有能者当仁不让。当初出征，你阿父阿母也是这般义无反顾的前往孤城。季夫人、女公子，我打听到了，程老县令的孙女程小妹，现在在医馆就医。她被贼匪踹中了胸口，伤势严重，怕是撑不了太久。快去看看。 上战场，不要丢下奶奶，不要丢下奶奶！爸爸，上山跟我们来一起玩啊！我才不能！我也去，我父兄都是大英雄，他们上战场保家卫国，娘娘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上阵杀敌。
你了。他们打仗就带着你的同胞阿兄，就是不带你。你才胡说呢！我阿父阿母才没有不要我呢。那他们为什么不回来看你？他们分明就是不要你了，才把你丢在顾大母家的。我们不管他，我们自己玩。姐姐吗？可真好看。新来的县城大人是我三叔父，阿子是替他来看望你的，也替你的父兄来看望你，他们都好担心你。可是我的父兄他们都已经死了。县令寻常的消息在破城之时，贼匪就已经昭告天下，瞒不住他的。已经出手，楠楠乖，你父兄不是有意要丢下你的，你别怪他们。楠楠不怪，大夫、阿父和阿兄，他们都是为了救全城的百姓才会死的，所有人都说他们是大英雄，可楠楠不想要大英雄，只想和他们说说话。楠楠之后可以跟阿泽说，阿泽听你说。从前楠楠生病时，大夫都会抱着我，阿父会给我讲好多故事哄我，还会把好吃的一汤让给我吃。阿子，可是我这次好疼，好疼，他们却不在了。楠楠乖，不疼啊，之后就不疼了。华县的百姓和你一样，都很想念他们。阿子，不要哭，我给你吃饴糖好不好？这是阿兄临走时悄悄塞给我的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偷吃饴糖啊！我这就去告诉舅。哎，做贼了还想走啊？这是我阿父阿母托人给我带的。你又说谎，你阿父阿母都上战场去打仗了，战场上哪有人卖饴糖的呀？你阿父哪有时间买饴糖？分明就是你偷二舅母给泱泱表姐留的。不要脸，不要脸，无父无母无脸皮，丢人现眼神，上杀。
舍不得吃，你吃，吃了就不难受。医师，小梅她……小梅被贼匪踹中了胸腹，伤及肺腑，每日疼痛难忍。我们已经给她喂服了止疼的药，但她体内的伤应该熬不了太久。还需要什么药？劳烦您另分担子，无论再贵再难求，我一定想办法给她弄来。小梅要活下去，她得为了她全家人活下去。是，你救我。腿没了，活着也是累赘，还不如死了，连去给家里负担。腿没了还能拄拐杖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放弃？你们这些世家子弟也知道别放弃。我的父兄被那些劫匪砍掉了四肢，活活被疼死的。我放弃了他们，我才应该去死的。父兄惨死，你一个大男人就活不了了。我若是你父兄，定会三更半夜从坟茔里爬出来把你骂醒。他们舍弃性命换你活着，你怎能轻易就说放弃？我若是你，定会好好喝药，好好配合治疗，将来痊愈之后娶妻生子，将他们的人生也一并活下去。拿药来。拿着。华县遭遇贼匪，我知道你们有的人失去亲人，有的人落下病根，经历了许许多多惨痛之事。可你们知道吗？若不是陈老县令以全家的性命来拖延，你们根本活不到今日。如今陈老县令唯一的血脉还躺在那儿奄奄一息，适才与我说要好好活下去，因为那是他大夫和父兄用性命换来的机会。连孩童都明白的道理，你们为何不明白？你们有什么脸面轻言放弃这么多人为你们拼来的生机？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已故的亲人？医师，我不怕他，把我照顾吧。医师，我要喝药。
要不我帮你算吧，你这般太辛苦了。你这人倒是真的贴心。那你帮我看看这个吧。现在府库里的钱只够买30车木材，40车沙土。 可外面还要4、50户损毁的房屋待修，这些都不用算，材料根本不够。可三叔父的府库也只有这些钱了。钱？我这里有这块玉佩，还有这块玉珏。我阿母说过，这个是娄家的传家宝，值不少钱。还有这个扇子。 还有这些钱，够吗？我只有这些了。这些就是娄公子全部的家当了。我自小大兄教导我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切勿沾染铜锈之气，因此身上值钱的物件就少。 再加上自小万事不缺，身上从来不带银钱。你们这些世家弟子，平日里不为吃穿用度发愁，那你们素日都在忙碌些什么？自是成为端方君子，君子以学以聚之，问以辩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我知道了，就是图个好名声。 阿瑶，我想到办法了，这次你可帮我大忙了。啊！少少，你怎么不拍你自己啊？因为会疼。娘娘。 你让我为所有捐钱的商贾写一份嘉奖书，这不难。但若盖上官印，便是万万不可。荒唐可笑的。三叔父，先别着急，你先听我跟你说。这样一来，虽然我们不能悬之以利，但可以诱之以明啊。人活在世，谁不图个好名声？三叔父，你尽可挑一些好听的话写，比如“人活一心，勤于任事，百姓楷模，大善之家”。 只要捐钱超过300贯，我们就赠予牌匾。牌匾只需几贯钱，却能鼓动商贾出钱重建华县。出钱重建华县。
三叔父，如此简单的道理，你为何要反应这么久？我是在想，这些算计的小招数都谁教你的？这样算计的招数，还需人教？三叔父，是小看我这招数，还是小看娘娘我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几贯钱换几百贯钱？三叔父。 你不会抠门到连几贯钱都舍不得花吧？你看看你，你哪有半点小女娘的样子？跪坐把守放下来。你先答应我。我答应你。行吧。现在。不然呢？ 我还想要我的屋子的顶上有一只蝴蝶。蝴蝶？嗯，蝴蝶。嗯，这样就有蝴蝶了。真好看。嗯，我好想好想看到华县变回从前父兄们。 还在的时候的样子啊，到时候少商阿紫一定会修出最漂亮的屋子。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？小妹，一定可以的，一定会的。对，小妹，阿瑶哥哥和少商阿紫会让华县变回原来一样。 我们一定会做到，到时候新盖的屋子，肯定比阿瑶哥哥脸上的房子更漂亮。好。
伤好不容易才好几日，又跑去追踪樊昌余党下落。少主公病情加重，陛下一双眼差点剜死我们。小伤无碍。我命你们办的事情可曾办好了？都办妥了。若非少主公旧伤复发，大可将前亲自交给程娘子。少主公你是没瞧见，程娘子短短几日之内便将死气沉沉的华县重振民心，当真是了不得呀！ 那些百姓领到牌匾，个个都申请。可惜，少主公叮嘱，要低调行事。程娘子到现在都不知道，那份最多的钱是你所捐。我们又不是商贾，自然得低调行事。那些商贾若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定会怀疑是他有意为之，想利用我们的身份逼捐他们。如此低调行事就好，既能帮到他，也不会惹出是非。那岂不是行好事不留名？ 连程四娘子都不知道了，能帮到就好了，不用他知道。少商，这蜜饵滋味可好？挺甜的。 不过蜜是浓的些，吃多了定是会腻。那下次我换家婆子，你可还有日思夜想没吃到的？老何家的炙米，还有羊肉耳饼，蜜粽也想吃。不过阿阳，你不用冬洋洋买来。你就是要冬日之冰冷，夏日之暖锅，我也都会为你寻到的。阿阳，你真了不得。 从来没有人如此夸过我。华兄总说我两耳有过，尤胜千足。大灾之后还能寻到这么多美食，可见阿妖做事细心妥帖。我哪有你厉害啊？金江百姓重新振奋，捐款捐物，华县呀，因为有你得救了。阿瑶，我发现你还有一个优点。什么？ 眼光好，在这个世上，只要你与我阿父才懂得欣赏我，待日后我阿父见到你，我觉得你们俩也会算是投缘。少商，你愿意带我去见你阿父啊？为何不愿？少商，我想好了，等以后咱们做了父母官，你就指导建筑生产，我就负责你生活起居，咱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 等等，我再帮你去寻点蜜粽子。建筑生产。陈大人，陈夫人。三叔母，三叔父。娘娘，你的主意妙哉呀！现如今筹集的钱银均已投入重建，你可是为咱们全县的百姓免了筹集之苦啊！ 也不全是袅袅的功劳。哦，对了，三叔父，有一笔最大的无名捐赠可查到了。哦，还没查得。不过此人既做无名，想来必定是安排周密，不想让我们查得的。也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在帮袅袅，不对，是帮整个华县的百姓。无论是何人，还能比得过娄公子这般细心体贴吗？自然是比不上。遇到了阿妖之后。 我算账也有本，捐木有钱，这盖房子也有帮手。您看，就连吃食也有着落。华县，华县，女眷，对，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给少主公拔的剑。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，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，这才耽误了伤势。 哦，这是华县代县令呈旨递上来的奏报。嗯，是。屋舍损坏百余九，死伤近百，短短几日之间修复屋舍二十余户。嗯，很不错，很不错呀。看来这个呈旨还是有一些本事的嘛。是啊，陛下。
啊，听说他有个侄女颇为贤能啊，不仅救死扶伤，而且还鼓励恢复生产。嗯，不知这个小女娘是否婚配啊？啊，当然了，如此能干的小女娘，求亲之人一定是踏破门槛呐。 回陛下，程家女娘尚未婚配，尚未婚配啊！哎，哦，哦，陛下，啊，陈老县令携子孙共同殉城而亡，忠义无双，是否应当追封嘉奖？你起来了，哈哈，对，朕有此意啊，哈哈，朕打算命人呐，拿着这个追封诏书去一趟华县。 臣敬重老县令为人，愿前往传召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你这个声。好了，啊，已经好了。啊，那好，那既然此生想亲自跑一趟，就去安排吧。啊，是遵旨。嗯嗯，好的还挺快啊。 夫子，啊，可曾打探清楚，此次遇险之人是否有程家女眷？小人已多方打探，当真是程家女眷，且不止一人，程家四娘子也在车上。他怎么会在华县？说是随华县县城城尺一同上任，谁知在路上遭遇匪贼，伤亡不少，后被御前林将军所救。如今一行人已前往华县。 下去吧。是。无论如何，为师要即刻启程见上他一遭。经此一事，万万不能再等下去了。万千的情债太多，若是不能当面与他吐露心中愧疚，为师此生。 弟子立即陪夫子一同前往华县。这天下女娘众多，为何偏偏她这么倒霉？